就是熏啊。影子，你退吧。百元万岁，我是影子。听说咒术以加强，技能范围变更长，就算路线不要紧，坚持到底才是狼。哎，这是被谁被阻？翻一张，然后有一个自证任务，这个任务是谁的？我是情报员，我有提点答应师。开着灯的前一秒我看见了，不是萤火虫就是火车，好吗？不爱。行吧，我也是一个白板，我有提点的任务。那先听绿色的试试。我是好人呀，我就一白板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，这开局出了一个队友不利呀，假装行不通。充当不就完了吗？队友队友，你跑哪去了？把这个蓝色出了吧，黑色我觉得它的威胁不大。枣红是闪闪闪闪闪闪，绝了应该是个反派吧，要不然他帮我们干什么？啊，影子啊，那你有体检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哎，看我去做体检吧。我硬着头皮体检去啊，快送院。我太难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。哎，这体检怎么有 bug 啊？这体检怎么有 bug 啊？这体检怎么有 bug 啊？我哎，我刚才灯光亮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好玩。猴哥。没看清是谁，这一个谍咒应该是。都看见我体检了吗？我的身份要爆了吧？反正那鬼找我必死，好吧，我就这么说。那白色是什么？闪闪闪闪闪！明显是用不住了。完了，又一个队友没了。我一个人怎么搞啊？有恶魔，有诱捕者，只要我不诱捕白色就行了。5 minutes later， 白色诱捕者不能找他。哎呀 ，You running？ 喂，不是吧？哎呀，这哪定活吗 ？Emotional damage， 白色不是诱捕者，完了呀！刚才医生好像救了人了吧？绿色，你看到是谁把你招出了？我体检了呀，我怎么可能把你招出了呢？影子大哥，心里面100个问号。我又看了这动画，红色拿着刀把我刀了，之后呢，医生把我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红色体检了怎么刀的我？出红，出红，出红，出橙，橙色我没必要，我体检了。完了呀，没办法，差一票。影子完了，影子八比 Q 了。这个影子就是熏啊。影子，你退吧。哎呀，反派没赢啊，差一点啊！哎，反派没赢！哎，出去鸟鸟出去了。等一会儿再破坏，等一会儿再破坏。之后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他们都没有会议了吧？对的，是的。那不躺赢，现在不……天哪！In 10, 9, 8, 7.
天哪！我真没想到啊！而且，谁也不让自由宇宙不要推游戏，是吧？有多少人告诉我推游戏、推游戏、推游戏？为什么推游戏呢？能赢为什么推游戏呢？是不是？